同学好，今天我们来学习西班牙文的母音跟子音。首先我们来看西班牙文的五个母音，或者称单母音。这五个母音呢，是分别由五个字母所发出来的。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母音 啊， 这是这个音的音标，它是国际音标，就是我们下面说的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简称 IPA。 那这个音 啊， 它是由字母 啊 发出来的，我们可以在 Ana 跟 Amigo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头找到这个声音。好，我再念一遍啊啊啊 ，Ana， amigo。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母音，我们念成 a a， 它是由 a 这个字母所发出来的。那我们可以在 mesa 跟 leche 这两个字里头找到这个声音。再过来我们来介绍另一个母音 E， 它是由字母 E 发出来的。我们也可以在 Sia 跟 Idea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头找到这个声音。再下来我们看到这个母音 O，它是由 O 这个字母发出来的。我们可以在 also、mucho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面找到这两个声音。最后一个，我们来看的是 U 这个母音，它是由 U 这个字母所发出来的。那我们可以在 Uva 跟 Una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头找到这个 U 的母音。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些子音的发音。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子音 B， 好，这个 B 首先先提醒各位，它有一个长得跟它很像的发音。好，这个发音呢，刚刚这个发音会稍微重一点，听起来是重一点，这个发音是轻一点的。好，但是都是由 B 这个字母所发出来的。那当我们在发 B 这个发音的时候，我们发现它是出现在字的字首居多。那假如发这个比较轻，而且是属于就是双唇比较轻的摩擦音的话它的发音不会在双唇，它的发音方法是摩擦。假如它是用这种方法来发音的话，它通常是出现在字的中间。好，我们看到它出现在中间。好，所以第一个发音是 B， 它出现在 boca跟 bocina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但是假如是比较轻的 b， 它出现在 poble、 poble 跟 caballo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接下来我们来看 k 这个子音，好，它是由 c 这个字母发出来的。好，那先提醒各位，除了这个发音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发音是 s， 或者是 s， 啊。那这两个发音呢，都是由字母 c 发出来的。我们先看第一个 k 的音，它出现在 coco， 啊 ，coco 跟 chico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头。那 s 这个发音呢？出现在 cine、cena、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那要顺带一提的是，这个舌尖啊吐出来的声音呢，啊，它在美洲还有西班牙文的西班牙的南部，像安达卢西亚这个地方，通常我们是发 s 的音，啊 s 的音，而不是舌尖吐出来的这个 s 的声音。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子音 ch， 它是由字母 ch 所发出来的声音。那它出现在 china 跟 griche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面。再过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子音 d， 啊，那 d 这个音是怎么发出来呢？啊，它是字母 d 啊发出来的。那它究竟怎么发呢？它舌头的部位在哪里呢？发音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啊，那 d 这个音呢，我们说它比较是接近牙龈啊，它的舌头呢放的位置大概是在上排牙齿后方。舌头是四分之三的高度，并没有完全顶到牙龈的部位。好，所以在我们在照理来讲，我们念的时候，你会听到的声音是，比如说 d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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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o dato， 是这样的一个声音。所以这个 de 的声音出现在 dedo跟 dato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那跟它非常相近的一个音也是由 d 这个字母发出来的，它是舌尖吐出来啊，是有声的这个这个声音。好，我们念成 的 的。好，那它出现在哪里呢？它出现在 ídolo 跟 todo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接下来我们来看 f 这个发出来的 f 的音啊，它发成 f， 它是由 f 这个字母发出来的。好，我们可以在 falso 跟 femenino 这两个字里头找到这个声音，就是 f 的声音。再说一遍，它是由 FA 发出来的。接下来我们来看 G 这个发音，这是一个子音。好，那它是由咽喉发出来的。好，它是它的声音啊，发出来它的地方呢，它有用到这个咽喉的部位，它是从咽喉的那个地方发出来的。好，它是黑发出来的，黑这个字母发 g， 所以它在字里头，你可以找的在哪，在两个字里找到这个是 g 的音。第一个是 gato， 第二个是 gota。gato gota 啊 ，gato 跟 gota。那另外这个 g 的音呢，它会出现在 he u i。或者是黑乌 a 这样的一个排列里面，字母排列的顺序里面。那当它出现在这个黑乌 e 的排列顺序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这个黑字母的发音还是一样是个，但是这个时候乌已经不发音了。同样的，它出现在黑乌 a 这样的排序里头，这个黑还是一样发 g， 但是 u 就不发音了。好，所以 g 这个音出现在 guitarra、guerra 这两个字里。好，我再说一遍 ，g 它出现在 guitarra 跟 guerra 这两个字里。接下来我们来学下一个子音，
这个子音，好，是刚刚黑这个字母所发出来的第二种发音。那它出现在 gente、gigante 这两个字里面。那黑最后还有一个发音，还有另外一种发音，发的是比较轻的个。那这个时候呢，是黑出现在字中的时候，所以 bigote lago bigote lago 这两个字里面有这个比较轻的 g 的音。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符号，就是什么声音都没有的一个符号，它是由 ache 这个字母所代表的声音，也就是它是不发音的。好，所以我们用这个符号来代表。那所以我们可以在两个字里头看到阿且的出现是不发音的情况。 helicóptero ipo helicóptero ipo。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发音是但是我们知道它是由 hoda 发出来的，这个时候你就了解了，这个音跟这个音事实上是很接近，是一样，因为他们的这个 IPA， 他们的国际音标是长得一样的。那这个 h 的音，我们可以在 jefe 跟 jabón 这两个字里头找到。接下来我们看 k。这个音它是由 ga ga 这个字母发出来的 k。 好，它出现在 kiosco kilometro 这两个字里， kiosco kilometro 这两个字里。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下一个子音 l， 它是由 l 这个字母发出来的，我们可以在 lenguaje español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找到这个声音。这个声音我再念一遍 l l。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 y y。 好，这个声音呢，哈，这个符号代表的这个声音，它出现在 a y 这个字母里 y。 那我们通常在 llama 或 llama 也有人念哈， llama llama chial chial 啊，这两个字里头可以找得到。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符号，我们发它出现在 m 这个字母里面。好，我们在 maba murmurar 哈，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头可以找到。接下来嘴巴不能够闭起来啊，然后呢它是一个牙龈音哈。你会发现它的舌尖顶到牙龈的部位，嘴巴没有闭起来，它是由 ene 发出来的一个声音。好，那我们可以在 nombre 跟 nota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头找到这个声音。接下来这个符号很特别哈，那我们念成念念念。这个声音呢，它是由 a 念这个字母发出来的。好，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发念的时候呢这个声音是比较偏向在我们鼻腔后面这个共鸣腔里面发出来的声音，念念在中文里头是非常少有的哈，就是说可能我们中文里头呢还没有那么后面，可是这个音呢就是非常后面的一个后鼻音，念念。那这个音出现在 niño niño 跟 piñón piñón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好，我再念一遍，念念。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子音，它是由 B 这个字母发出来的。Bina quadruple 这两个单字里都有这个 P 的音。再过来我们看 K 这个子音，它又是从 GU 这个字母发出来的。Chaqueta mosquito 或念成 Chaqueta mosquito。在这两个字里头，我们可以找到这个 k 的音。r， 好，这个音呢，它是由 r 发出来的。我们可以在 mural、pero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头找到这个 r 的音。接下来，这个音我们念成 r， r， 好，那它是一个颤音，也是由 r。发出来的 radio rada 这两个西班牙文单字里头有这个 r 的音。接下来同样是这个 r 的音，但是它是由字母 r 发出来的。 bisara gadaro bisara gadaro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头都有这个 r 的颤音。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另一个子音，好，它是真的是发嘶的音哈，它并没有吐舌哈。好，那它又是由 s 这个字母发出来的，啊，它是由 s 这个字母。那我们可以在 sierra 跟 biso 这两个字里头，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嘶的音。那这个音呢？它是由 de 这个字母发出来的。那我们可以在 de 跟 meta de 跟 meta 这两个西班牙文字里头找到这个声音。接下来我们来看 b 这个字母。刚刚我们在子音啊，第一个子音呢，我们就看到这个 b 这个音，好，它有两个变形啊，一个时候是 b 在字母的声音，一个时候呢是 b 在字中的声音。同样啊，它的发音方法跟刚刚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子音是一样的，也就是 b 这个字母是一样的。好，所以它在字首 baga baga baga， 它在字中，好，是摩擦比较轻的声音。Primavera, primavera, vaca, primavera， 啊，比较是有点摩擦过去的声音，比较轻。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 v doble 这个字母，啊，它基本上是一个外来字母。好，那我们可以在 kiwi 跟 what 啊 what 这两个字里头看到。再过来是 x。跟 s 的音，好，它都是由 agis 这个字母发出来的。那什么时候会发 x x 的呢？好，我们在 exido daxi 这两个字里头，我们会发现它。那这个音 s， 我们会在 expresal exterior 好这两个字发现它。好，同学有没有注意到这个 agis 出现在两个母音的中间？好，有没有发现这两个母音的中间？嗯，那这个 agis 出现在母音的后面，子音的前面，母音的后面，子音的前面。好，这是一个特征，这是它的部位的特征，以至于它有不同的发音。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子音。它是由 y 发出来的，它发 y y， 好，那它出现在 yegua yerno， 好 ，yegua yerno 这两个字里。最后呢，我们来看这个发音。好，刚刚我们好像在前面，在 c 这个字母里头看到这个音，好。那在
这个音现在有出现，它是出现在由 seda 这个字母，也就是西班牙文最后一个 seda 这个字母里面。那这个音呢，出现在 sabateria 还有 bus 这两个字里面。啊，一个在字首，一个在字尾，啊，很有趣。同学注意一下，这个 s 的音呢，在西班牙南部，比如说像安达卢西亚这个自治区，还有中南美洲或是中这个美国啊、美国啊，它是发 s 的音。好，今天我们母音跟子音就介绍到这里，下次再会。